补血肠。走吧。瘦肉有点噎人，你这块肘子皮最香，最后吃。还找个皮吃。
它这个骨头拆了就一口钱。提前拆拆骨头，吃的比较快一点。五谷鸡卵今天有活动啊，泡到那个汤汁里边的这些更入味一些。五谷鸡爪今天有大活动，今天下单49.8买一桶送一桶，一共是2斤，我最贵的时候是40多一斤，一罐就40多的，现在就今天这个活动很那个啥，很超值，2桶49.8买一罐送一罐，等于就是2斤装的，好几个味儿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拍的时候自己去选好几个味儿。